二十号。都好好看。嗯，见。哎呀，那是什么？这是我的早餐，刚刚叫的咖啡。今天的早饭，香蕉还有一个鸡蛋。今天又是 Teams 的一天。这个跟之前那个，嗯，就之前那个可能是他这个动机流程是，他是先是想去找花，然后他拿着手机，然后出去找精灵的过程中。
这么自信吗？哎，前面几家全是错的。既有还原性。好，别对了，给自己今天留点快乐吧。今天考的是历史和化学。对，是我最强的强项，没有，就是没有失望。考英语，英语哦，这讲了好久，我揪了七八根了。变态自信。刚把我侄子送走了，他回家吃饭了。他比我小七岁，感觉就是时间过得很快。